是一号的发型，这边共有八个可以选择，然后小姐姐再帮我绑一个辫子。好的，她感觉超专业的。然后换了一个比较素雅的小珠串。Oh, it's pretty. Thank you. Okay, come on, this white is. Okay, 这边卖牛舌哎，好高级。卖的。哇。B 站来吃章鱼烧哦。平常不会自己做，所以今天就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尝试。等下要喝吗？先喝一口看看好喝，等下再买。不是好普通哦，是鸡蛋糕夹起司。我咬一口。你拿着，你咬。闻着是香的，闻得很香，可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啊。好喝的，哈哈哈。但是量有点少。哎呀，晒的喽！因为它真的是橘子就打哎。Baby， Hello， 我们今天是蓝色系，对，蓝色和服。我要打赤脚走路哦。适合当艺妓。开始吵。在这边吃饭，然后有时候桌上还会落下一点樱花。还有五分钟，我要在樱花树下冥想。两个人一起冥想的话，东西被偷了都不知道。
不行，如果把这当封面代表，我讨厌你。很好笑吗？我想在樱花树下睡觉。我绝对不会把这个当封面的。在樱花树下睡觉，没有人在公园睡觉的吧？太离谱了，大白天。你如果要推荐这个地方，给他几分？满分十分。这里吗 ？OK 啊，七分啊。食物很普通，但是至少坐在这很舒服啊。我给他十分，因为我觉得食物不贵。对啊，可是环境很棒。真的要来坐一下，喝东西也好，喝个水也好。像我就喝水，300块的水。陪这位女士去买一杯咖啡，她快不行了。小麻雀。Imagine a house way up on a hill.今天穿了和服大半天，是真的腰部有点累，不太吃得下饭，所以等一下去把和服给换下来了。挑的是这一种蕾丝系列的，浅色的都挺好看的。这一区是早上的化妆还有整理头发的区域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头饰可以选，这里都是客人的东西。卷饼店超好吃，因为它吃起来是那种很凉的口感，可是一般吃的是那种冷冷的，就是没有那种清凉感，而且还要咀嚼很久。可是刚刚那一家的卷饼就是入口即化。